那我们那个蓝色小屋里面呢，唱作居家就持续进行中，然后那个外面的朋友，我们里面表演要持续进行的哦，大家如果那个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再持续进来哦。啊，如果你们要集合回到那个新园的话哦，可能要先那个带远一点哦，因为我们里面要持续进行演出哦。有听到吗，珊珊姐姐？珊珊，好，那我们现场呢就把那个时间交给我们第二组报名的朋友，叫做 Blue Way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台东高中二年级的布鲁乐团，然后我们朋友都有来，然后最特别的是有一个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老师也有来，对啊，然后我是第二次来这边，第一次很紧张，第二次更紧张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首歌是唱那个汪峰的《恒星》。
较，因为我们今天考完试，考完段考，然后就想说来放松一下，大家同学都去跑去打网咖，想说来这边比较有意义一点。可是因为考完试心情比较不足，所以就唱比较可怜的歌了。对啊，可是还是考不好。然后第二首歌我们要唱，也是汪峰的，叫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。